谢小美女，我真不想看到你又来了。这个料子怎么卖呀？2200。2200，这个料子好多粒哦。这么好的料子，你说的粒多、啊。我给你个价吧。500吧。500卖不了，美女。这个我怕我回去要下重工啊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差不多了。美女，你拿那5000块钱先看看眼睛去吧啊！你眼睛不好使，你别看我这料子，这么好料子，你就说一文不值。没有说一文不值啊，加100吧，600块吧。卖不了，卖不了。那聊多少？1500, 过千不谈，过千不谈，不过千我们好好谈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，大爷？你好好一下。弄一个给我嘛。900。多少？900。900。嗯。这样吧，你少赚一丢丢了，好不好？一丢丢。你不能来一回卖我一个吧，是不是？我来一回也不赚钱，来一回也不赚钱。哎呀，天哪！我天天来都让你赚钱了。我真怕看到你。这一个话800吧，卖我一个。哎呀，卖我一个嘛。这有点舍不得。卖我一个嘛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看大爷，卖我一个来看看单。卖给你一个吧。感谢大爷啊、哦！来吧，找一个。料子我们已经拿回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料子的一个细节吧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块料子。这块料子打灯之下呢是带有点粘团，它的裂也是比较深的，所以要下重工去避裂一下。但它是带底色的，而且大件后装，它的料型也非常的完整，这一个发挥空间也是蛮大的。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适合哪位宝宝的。小童你好，我默默地爱了一个人10年，我以朋友的身份守护了他10年，昨天他离婚了，我想了很久吧，我又想名正言顺地守护他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想留下任何的遗憾，所以我想送给他一件翡翠，要凤凰题材的，我的预算是在1500左右的，谢谢你。货我们已经提好了，这个料子我们是800块拿过来的，现在我们1200出给这位粉丝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淡蓝的底色就像那份静默的爱意，凤凰栩栩如生，俏色桥雕牡丹，取名凤窗牡丹，取吉祥富贵之意，而且凤和凰是爱情的象征。小哥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吧，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头，我都会在。谢谢你，谢谢这位小哥哥，让我看到了如此真挚的感情，也祝愿你心想事成吧。